接水取下来，因为它生产作用太快了，所以我们要把叶子把它剪掉一些。提前上个字头下，剪下上到贴在的叶背，学生的提炼时，就木怪易碎。叶背要拿出同埋到位剪，练习木强用的点状方式。也系环球技术考验，成为技术的学生的上课位前线。 也得学生的可以来同一班的学生的妈妈的母亲用。我其实一旦如何拿阿苏南米高校来台湾读书的印尼留学生，在读台湾冯氏师毕业证书，也得印尼学生的跨越三千里来到台湾上可以等的特殊身份。不过来到台湾高校，所以面对的就是语言同身份适应的问题。就当初一来到台湾的时候。 要讲也讲不太出口，要听也听不太懂，然后看字像那些什么菜单啊，要看都看不太懂。唔关了，条条来是就是咩写东西啊，还有用啊，阿伯说讲话呀，冇咩笑阿爸去讲中文。 一年级我刚开始上课，老师一直在讲课嘛啊，我根本都听不懂嘛，听一点点而已。安尼的困境，三亚激发了亚条学生的韩国自己主动学习，提醒上同学的评论下，总分对上述考唔是，变数所得讲到略略滚。一下午，新年过去的，亚条今年留学生顺利的完成了学业。 今年前夜，伊同班团体台湾学到的农业知识，成为技术，回到印尼贡献所获。我在台湾的念书的过程，就是有学到一些关于微生物的部分，然后关于做一些生物防治的部分，还可以提供到这里当地的农民。 一条印尼留学生过去高校，三万个团体台湾技术的知识自信，转化做提印尼农村帝都的实际操作。虽然人开始的，我想已经被印尼苏门达拉岛种下的希望基因。我很也希望我们这里有人才一直会到台湾，然后有台湾的教育界的人来扶持，然后在这里培养他们。 从前的苏南米灾难，因为打开台湾印尼之间合作的教育之门，也让印尼学生的在台湾三万个学习专业知识重新能力。在移动的面孔，已经看不到苏南米打出的暗影，连都是吃苦打硬的食粮力，分年吃到满面光彩。客家新闻宋景奥、王炳勇，台印尼面南的采访报道。